全民制作人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光影文化的训练生傅红毅。其实除了芭蕾，我最喜欢做面包了。别看我在揉面，其实这是一种神秘的锻造仪式。好了，让我们开始倒计时吧。时间到了。经得住揉捏，才会软糯可口，熬得过时间的考验，才会回味无穷。我就像这些面包，需要经过一层层的考验，才会得到你们的喜爱。我是傅红毅，请多关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叶青。在这里，我要为傅红毅打 call， 因为傅红毅参加了《青春有你》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爱奇艺《青春有你》，多多支持光影文化的傅红毅。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男生，然后很会跳舞，而且他是跳芭蕾舞出身。希望傅红毅可以有优异的好成绩，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傅红毅的精彩表现。快去 pick 他，傅红毅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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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